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愿神祝福您。我是内湖思恩堂的李怡振牧师，很高兴在这里与你们一同分享神宝贵的话语，盼望透过今天的活泼生命，神的话亲自临到你的身上，愿神透过你，透过你的口，今天也能够成为安慰造就别人的人。愿神透过今天的话语亲自引导你，神祝福你。马拉基书三章七到十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在今天的话语里面，神亲自的告诉他的百姓，神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神的子民问神说：我们要如何才是转向呢？神说：你们要回到我的面前，你们要遵行神的话语，神的法则。神指正他们在当时候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夺取了神之物。神在今天的经文一开始提到，他们从列祖以来，神的百姓就是应着景象，不遵守神的诫命，常常背弃神的话语。从哪一件事情神今天指正他们，就是从当献的供物，当纳的十分之一。在这个事情上，神指正他们夺取了神之物。这个问题因为是从古以来时常忽略的，时常就背弃，以至于成为习惯的，以至于当神透过先知指正他们的时候，他们几乎是不会想到这是他们的问题。如何才是转向呢？先知说：因为你们夺取了神之物。我们哪里夺取了神之物呢？没有啊。这是不是也成为我们神今天要对我们说的话？以色列神的百姓从列祖以来，时常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忽略。神说，因此他们和他们通国就受到了咒诅，长期落在
贫穷落在被抢夺，落在如此虚空的光景里面，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他们不晓得原来他们是落在一个受咒诅的光景里面。因为长久以来，从列祖以来，他们就没有去遵行神的话语。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神说这是属他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读这样子的话语的时候，神有对你说话吗？神的物不可以夺取。什么是神之物呢？这里说当纳的十分之一是属乎神的。神用当纳这两个字来形容，意思就是那本来就是属于神的，这不是属于我们的，所以应当归给神的，当归给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新约，我们这些被主耶稣所救赎的，我们什么是属于当纳的呢？是我们的全人，我们的全心，我们的全所有。因为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我们全人已经不再是属于我们自己，而是属于主的。你是否愿意把你的时间，把你生命的主权，把你的心，把你的财宝献给神？让我们一起把当归给神的一起来献给主，让我们选择来转向我们的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神如此的吩咐，并不是要夺取我们的福分，相反的是神要赐福。神说，你们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你们，甚至于无处可容。在学习奉献、学习服侍神的每一位，这是我们要挑战的一个信心的功课。神说，你们可以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其实我们能够给神的相当的有限，我们的神并不是缺少什么需要我们去供给他，相反的，他是一切福气的源头，他是一切的主，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他教导我们学习奉献，学习将当纳的、当奉献的归荣耀给神，目的是要我们学习信靠他，学习依赖他，学习成为一个不忘恩的人。是的，我们所有的岂不都是神所给的吗？我们有什么不是神赐福、不是神给予我们的呢？我们感谢神，是他的保守使我们免去许多的祸患，是他的保守使我们所有的得以被存留。圣经里面说过，若是神收回我们的气，我们所有的要归给谁呢？愿神光照我们，让我们在活着的日子懂得用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来尊荣他，在神给我们的日子懂得来侍奉这位爱我们、救赎我们的主，让我们成为一个不忘恩的人。活着的一天，我们要纪念这位赐我们生命气息、造我们的主，我们要来敬畏他，要来爱他。有什么不是他给的呢？让我们一生一世唱诗歌颂这位爱我们、救我们、存留我们性命并且赐福给我们的神。愿我们的地、愿我们的国、愿我们所有的一切，对吧，都要成为能够见证神荣耀的。愿我们的地成为喜乐之地，愿我们的国成为蒙神赐福的国。让我们不忘记，我们能够享受今天的丰衣足食，我们能够得饱
一切神给我们的福气都是因为神在我们中间，他保守，他看顾。愿我们将当得的荣耀归给这位赐给我们各样福气让我们享受的神，并且懂得来尊荣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的，你是那位赐福的源头。主，你乐意赏赐各样的丰盛的祝福给敬畏你、遵行你话语的人。主，好叫我们能够满心喜乐，好叫我们没有缺乏。主，能够全心来侍奉你。主啊，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祷告。在旧约的时候，透过神吩咐的献上的当纳的十分之一，借着所献的供物，神亲自来供养当时的利未人，并且使神的家有粮丰足，能够使神的道、神的工作能够没有限制。主啊，我们看见神怎么样过去来透过神的道的一个建立，让神的家、神的殿能够被神保守，被神亲自的看顾，以至于神的法则透过神分别出来的祭司利未人能够持续一代又一代的能够教导神的儿女来遵行敬畏神的道。主啊，愿我们也能够以神的家、神的国为念，让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好叫我们一切的需要看见神自己的信实的供应，就能够归荣耀给神。亲爱的父神啊，我向你祷告，重新的调整我们的先后次序。我们要先以神的家、神的国为念，如我们就会看见神照着信实保守并且存留看顾我们一切的需用，使我们一无所缺。我们愿意来见证神你的确是这位信实的神，我们所侍奉的主是过去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愿你的名在全地被尊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